的志工哦，不一样的团体。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快乐爱心义工队，还有台湾寻德慈善队的伙伴们，来给我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那现在以我们最热情的掌声欢迎快乐爱心义工队，欢迎。好，各位在座的同学们，大家午安。月亮和星星，但是我们人间最美的就是在座的所有的同学们，给自己一个掌声。好，我们对自己有掌声的话呢，我们相信呢，今天的热情的舞蹈呢，所有节目会带给大家快乐哦。也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给所有人能够最快乐的一个笑，好不好？好，首先呢，我们今天请到的我们北新月的林主任来帮我们做简单的支持，我们欢迎我们的林主任。各位伙伴大家好，那今天这个很欢迎爱心义工会，快乐爱心义工会，还有那个寻德慈善会，台湾寻德慈善会，来带为我们来做这么精彩的一个活动表演。那其实这个活动我们从去年年中的时候就开始规划了，所以你看到现在才真的实现，我们这个规划的时间估了多久的时间？那他们活动的表演也安排得很紧凑，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到现在才到我们这边来。那我们医院这边有为了这次活动准备了一个感谢状给两个单位，那我们请。谢谢，我们谢谢林主任。首先呢，我们请到了快乐爱心义工队的那个于婷，是不是？快乐爱心义工队的于婷来负责。大家午安。来负责我们接受这一次的感谢礼遇，我们欢迎于婷。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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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到了我们的台湾寻德慈善会的代表，来我们接受这一份的感谢状。我们欢迎台湾寻德慈善会。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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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那我们也请到我们的快乐爱心义工队的于婷小姐来帮我们做简单的支持，我们欢迎于婷。大家午安，真的很高兴，我先感谢北新哈给我们这个机会，还有这么好的场所，我们在这边给大家度过很好的一个下午时光。虽然我们不是很专业的，但是我们绝对是全心全意在舞台上做最好的演出，我们需要大家给我们支持跟鼓励，让我们有信心能够把这条路走得更远。最后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谢谢我们快乐爱心工会的于婷。接着我们请到了台湾寻德慈善会的宜珍，是不是？来，我们欢迎台湾寻德慈善会的，我塞给我们的宜珍。既然天气虽然非常的热，不过呢，因为这种的热情会带给我很多的奔放，好不好？你知道不？世界上呢最可爱的
人呢就要出来了。我们讲说呢，因缘因缘因缘是天注定的，每一个人呢都想要成为自己最好的一个红线缘。不过呢，我今天不使叫阿公，也不使叫阿妈，啊，不，我是一个媒人婆，难得的媒人婆，专门是跟人家牵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场合呢，也要跟一对夫妻呢来做一个姻缘线，看看阿公娶到好不？就是好，娶到歹不？就艰苦。不过呢，今天我们娶到那个不，那给我们是不一样的呢。我们欢迎我们快乐伙伴带这首《上花轿》，掌声鼓励。